小姐，是您点的专车吗？你怎么来啦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被燃起了熊熊斗志。吴凯这家伙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准确来说是鸡血。哎呦，那看来你已经喝饱了，不饿了。 我现在能吃得下一头牛。想吃什么呀？火锅好不好？加麻还是加辣？算了，都加。吃完了让你更斗志。你怎么这么好呀？我跟你在一起简直太幸福了。那你想不想更幸福一点啊？想。去和陶天蓝老师吃饭。 你怎么联系到陶老师了？我只是去麒麟公馆挨个问了一遍而已，毕竟我还是有点厉害的。啊！你怎么这么棒呀？你简直太厉害！啊！谁呀？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。喂。